Hello， 大家好。咁啊，今次打呢、這个最强那是第十的奇迹呢、這个达文西啊。咁啊，今次呢个陷阱就主要系反传送加埋呢、這个即系黑洞加埋呢个反伤害伤害壁啦。谂其实冇货阵最简单啊。咁啊，极运嘅角色嗱，如果即系你有能力嘅话，最好系武尊或者大黑天嘅呢两只唔使讲，因为始终系超绝级数嘅。極運系同普通 level 系差啲嘅，咁如果冇的话就学我用呢隻陈国汉系最好噶啦，即系陈国汉个性能我都俾佢有中等偏上嗰个性能评价啦，系啦，因为之前我有叫过大家碟啊，如果大家印象有嘅话，因为呢隻嘢反传反伤，我觉得系加埋个友情嘅爆炸，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極運嘅辅助宠嚟讲系绝对合格噶啦。系三围唔差啊，同埋系个绝招系超废，但我觉得呢个嘢唯一缺点就系绝招劲废。咁但我都之前条片都讲过啦，咁你极运角色你都唔会要求佢有咩太大输出噶啦，基本上咁啊，所以我觉得佢有呢个爆炸作为一个辅助角色就 O K 噶啦。咁啊，讲翻呢关啦，咁见到星星怪佢系会有呢、這个反击嘅状态嘅，即系好似我哋阿拉丁啊嗰啲会睇见到而家着咗灯啦，即系反击嘅。咁其实反一次嘅，即系系几废下。佢一个佢呢个反击系爆炸，唔系加攻啊，加攻击力。星星嘅反击系加攻击力。激光怪嗰个唔记得系咩阵体。黄嗰个反击系十 X 激光嚟嘅，系啦，都唔系太劲嘅。即系其实我觉得，因为呢啲即系呢只 game 嘅反击系统，就算我哋用已经系极废噶啦。咁啊黄即系喺人哋黄或者小怪用仍然都系极废，所以呢只 game 嘅反击系统系有待改善，我觉得。因为佢反击嗰个威力系唔知得翻一，好似一定冇一半，我记得系唔知得翻几廿 percent 咁上下，总之即系流流地啦，总之都系啦，即系呢只 game 嗰啲反击系统，即系齐格飞嗰啲反击，哇咁佢本身都有前技系向上大炮系劲高攻嘅，但系你反击嗰支咁嘅死人野扣劲少嘅，所以我觉得就唔掂，系啦唔掂，呢只 game 嗰个反击系嘅 asset 系未成熟，我觉得呢个系统。即系暂时冇一隻反击重，哇顶你咁快入喎！暂时未有一隻反击重系我觉得好劲噶啦，即系暂时系咁啦。一第三新东京市啦，冇乜特别嘢好讲喎，讲真啊，即系眼见咁多三隻小怪加只王，咁你正路你都系清小怪先噶啦，啱唔啱先？咁啊，嗱唔好肯定黄绿弯啊，系咪大绝啦？应该系可能系大招嚟嘅，即系换言之，即系total 嚟讲，七弯内要杀啦。因为第一弯我挂住讲废话啊嘛，咁 total 有七弯时间咩杀啦，真系嗱我未见过呢只嘢有大招啊，我唔系好肯定系咩，系啦咁样冇乜嘢好讲，即系你带呢只最紧要带呢只嘢，佢而家反击状态大家留意啦，系啦佢呢个反击就是 X 光线嚟，其实食晒都唔系好痛嘅啫，讲真，因为反击本身已经个威力低嘅啦，咁啊死啦想讲乜咧 PK 啦。啊，系啦，咁呢关其实只要你带啱嗰个对应嗰个陷阱，你已经系冇难度，即系好似我呢啲阵咁样，你已经系轻松打啦。其实反伤都唔系话咁重要啦，反伤系由嗰啲嗰条啱死咗嗰条女放噶啦，同埋右下左下而家呢只咁啊骑士放嘅。咁如果你杀到一只已经 O K 嘅，你杀到一只嘅话，佢只得一面嘅伤害壁。嗱，如果你真系冇呢个反伤反传嘅极运宠，你一定要有反传送嘅极运啦，最少即系你冇反伤反传，你都一定要有呢个反传送。如果唔系咁多黑洞你喐唔到嘅，系啦。因为而家佢呢个你见到个伤害壁都系一面啫，即系你应付到噶嘛，一面嘅伤害壁。OK 啦，咁样打。呢只嘢难度都系偏低嘅，我觉得。今次合作呢个 Eva 佢两关救极，即系唔拉嗰个唔计，因为拉系24小时，嗰个特殊少少。即系总统同埋达文西，我觉得都系算易打嘅。OK， 其实大黑天嗰个友情技可以重叠到 AT 力场加只王嗰个伤害，系啦呢个冇。嗱咁啊，当然呢个第十呢个达文西使徒佢系唔会好似原版嗰个咁样会发烂渣啦，即系原版嗰个你打爆打佢个头打到咁上下就会变女人噶嘛。咁你唔好 FF 达文西佢会下体变女人啦，佢本身系女人啦，首先，即系你唔好以为达文西会除咗条裙俾你睇佢裸体，系冇呢啲嘢发生嘅，即系。几廿岁人就唔好性幻想咁多啦，系啦，佢系呢只嘢系得一个 target 嘅啫，就唔会有分头同身体噶啦，亦都唔会除衫嘅，放心啦，系啦。咁啊，美关你照旧啦，嗱，其实如果你我呢个阵系唔怕反伤嘅，完全，所以就唔使
如果你真的不夠反傷的角色，你就優先殺了左上那條女線，因為她小血而殺。咁啊，如果你卡到的話，你可以卡死右下一隻騎士，因為佢都係放反傷。就算真係好唔好彩，俾你殺唔到，佢放咗兩個反傷嚟。哇！呢個真係冇得避嘅，有得避嘅，係啦。咁基本上我覺得佢啲怪咁密咧，你都可以借助呢啲小怪去避開個傷害壁，特登撞落啲小怪度。其實佢呢個傷害壁固定嘅喎，咁樣即係左右上下。咁其實根本呢個傷害壁，傷害壁係假嘅喎，真係有位俾你避喎，完全係。OK， 都唔可以，算啦。嗱，俾你睇下呢個絕招有幾廢嘅，大家。首先呢關，因為呢個絕招其實佢所謂嘅要貼牆先至高威力啦。其實我覺得貼牆都唔係好高威力㗎啦。講真，我唔明啲人話貼牆係好勁。你試個貼牆打佢，如果太貼牆咁，佢就一嘢卡住咗，跟住佢停，佢突然間變到大，跟住停咗，但係黃係唔係點扣血嘅？你發覺係啦。如果你話隔少少空位嘅話，咁同你唔好諗住有張飛變慶嗰啲威力，係絕對差勁遠嘅。但我唔明佢變大做乜鬼？即係變大有乜意思咧？又唔係加攻擊力，講真，即係變大除咗你個視覺有啲衝擊之外，但係即係對你成件事係冇任何幫助。我真係唔明變大嘅意義喺邊啊！即係個製作人可唔可以出嚟解釋下呢個絕招係有咩作用？我想知道。我玩成年幾嘅怪蛋，我都唔明呢啲。呢、這個變大絕招有咩存在意義喺度？真係越講越扯火。啲人嗰陣時仲呃我話咩自來也一個絕招好勁會變大啊，吔屎啦，係啦。咁啊，今次啊，咁啊，講埋達文西值唔值一碟啦？達文西就係一個反傷，本身係 AT 力強啦，佢最能係反傷去逼。嗱，咁啊特別少少，如果淨係咁睇啊，其實都係廢，即係冇乜特別啦，即係可以咁講啦。佢三圍係跟足原版，係勁低攻。不過有400多速，但係有一個貫通角色，這個比較特殊。暫時我睇過我自己個箱啦，我唔知道你一個係咪啊？我好似係冇一隻極運角色係光屬性嘅貫通反射嘅，係好似冇啊。暗屬就有呢、這個叉機啦，係啦。嗱，光屬就好似暫時未有。光屬嘅反傷我淨係得呢個光超就好似係啦，好似淨有，但我唔係好記得啦。嗱咁啊，所以呢隻嘢佢唔排除佢有佢嘅特殊作用喺度，因為始終我講過反射同貫通係冇得完全取代嘅，因為呢隻 game 有時有啲啫你係逼你一定要出貫通嘅，你就唔出得反射嘅，所以就有佢嘅特殊價值，同埋佢係女嚟嘅，再加上係女啦，咁啊都有呢個疊嘅理由，個畫都 OK 啦，係啦，都有少少疊嘅理由。嗱，不過咁啊，你即係都係嗰句啦，你出得光屬嘅關，咁即係代表暗屬你都係得嘅，因為光暗係相輔，光暗兩個相克嘅嘛，係咪先？所以就即係我覺得就你出邊個都得嘅，我覺得就所以就其實冇乜用嘅，即係都係嗰句啦，有愛就跌，冇愛就 pass 啦，係啦，咁啊今次就嚟到呢度先，拜拜。